政府要做到一百分困难。不过蔡总统伫逐个支持，这已经是第六年支持度当遮悬，历史上毋捌有嘛。会做主任袂使阁入来，所以我去机场，本来抽检30%，我抽检100%。主任，阮阁有好。武汉肺炎节开始，你看2019年12月31日，咱就对武汉来台湾的班机登机检疫，全世界第一个。啊，结果好个在，口罩国家队，所以你看看疫苗一关过一关，南京入来已经有3600万剂，超过咱的人口总和啊。美洲贸易大战，咱因势利导，台商回台告进1045间，投资1兆4000亿。咱的境外资金修改法律，让他回来有优待3300多亿。基本工资调薪，啊，若受冲击的产业，政府阁补贴业价。啊，咱军工价调薪25年来上悬，不止咯，农民四项拢做甲到，啊，阁大细汉对囡仔顾甲老人。你看，即摆顾囡仔有补助呢，对2500，即摆已经调到3500，明年5000。所以，毋若是照顾囡仔，爱照顾老人，长照扣除额，住长照机构，党都有。你看，营养午餐对3.5元调到6元，偏乡调到10元，大间的煮啊，细间的吃。明年2月底以前，所有中小学班班有冷气。啥叫做奥运殿堂？你甲看，今年5月东京奥运，大家看甲拍破流目屎。所有的选手专案、客制化甲服务，选手、教练、陪练员、按摩师、搁情报员，各位拢头家人，拢讲下去，恁拢爱电。啊，政府都爱负责甲你发电，啊，搁甲你送电。大家若要稳定供电，大家若要讲道理，爱大家爱站出来斗讲。要讲何事重启，我这嘛唔免问别人，问我嘛上来啊。我这洪准啊，安尼伊讲要重启，是要怎重启？执照已经过期，基建已经停产，厂商已经解散，燃料棒已经送回美国，这要怎重启？选举甲公投无同款，公投放大选，开票到12点。投票到12点，开票到半夜2点，已经在开票，一面在开票，一面还在排队等投票。台湾要走入世界，台湾要能源转型，台湾要安定有力，大家都有责任。跟大家鞠躬尽瘁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